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波。今天我要教你做个 last minute 的万圣节装。那因为是 last minute， 所以我们的东西呢可以很 last minute 的在Daiso买得到的吧。然后我们今天总共会画两种妆，那男生的呢我们就画黑暗的小丑妆，女生的我们就画寄居精魔女妆。因为今天的主题是 last minute， 所以我们一切都要从简。废话不多说，首先单是要给你脸打底，给它白嘻嘻滑绿绿。那么接下来就在你的眼膜上色，那因为是蓝的嘛，所以我们只用两个颜色，红色还有一个 maroon 色，就非常的 freestyle 的点下点下点下拍下拍下拍下，反正它最后要看起来好像黑青这样就对了不？然后呢就直接去到你的左眼画蜘蛛网，那蜘蛛网没有很难画的，跟着这位姐姐这样子一撇一画的加上去，总共会有五条线，画完了过后呢把它连起来就对了不？是不是很 simple 呢？ No， 还有更 simple 的不？就在你的右眼画一个吊丝的蜘蛛，这个大概是我见过最肥最可爱的蜘蛛。为了不让你觉得我真的很懒，我决定多下一点功夫，给它加一点雪豆。在这些搞定了过后呢，就夹一下你的睫毛，给它睫毛弯弯，然后再戴上你的弯弯的假睫毛，弯到下雨滴水都不会滴到你眼的不？那最后呢，当然少不了魔女的死亡之吻，那给它一个妖艳的恋红唇就搞定了不？是不是很 easy 呢？那小丑就不一定丑的，但是他的脸肯定是白的，所以我们要先上粉底给他变成超级白，然后再帮你的眉毛加框画黑黑，给他整个硬起来的感觉。那接下来呢就在你的眼窝上面画一条线，做个假的双眼皮，那画了过后呢直接给他上色。那之前说过啦，今天是懒人妆嘛，所以真的很懒的不？也是只会用两个颜色，红色还有黑色。那我们就会用这种东西来画一个形状的，我们要画的就是两片钻石的形状，那里面那片是黑的，外面那片是红的。那你这样搬来，其实你专心看我的 video， 你肯定会明白的不？当你一切都搞定了过后呢，就加一个鼻子给他。那小丑不可能没有鼻子的嘛，先画一个红色的点，再给他加黑的边。那最后小丑当然是少不了很 sexy 的死亡之吻。那不要担心，如果你不小心涂歪了也没有关系的啵，你就加两条胡须给他，就可以变成一个 pattern 了的啵。咦，突然间有没有觉得好像很熟悉这样啊？这个妆说小丑魔女你会想到什么？没错，你会想到热血漫画里面的角色。那当然也是有分正派和反派的，反派的我决定 cos 黑暗贵族 look。 那所谓的贵族是男的穿西装，女的穿洋装，简单又不搞纲，绝对不是我懒啵。而至于正义的 look 呢，我决定 cos 漫画里面的主人公，通常他们长得比较平凡，但是服装是特别的给白，一般都跑不开有帽子还有帽 T， 因为他怕别人看不出他是主角哦。那至于整个 look 的元素呢，我打算用格子，除了是因为现在格子很 hot 之外呢，也是因为它总是围绕着小丑魔女骑士还有国王的题材吧。啊对，通常都要放 BGM 才特别有 feel 的吧。结论就是万圣节我其实不是很想丑罢了，因为平时我已经够丑了。那如果你真的很想做很恐怖的妆也不是不可以的，那秘诀就是要把你最美的部分修出来，不美的部分干干净净丑罢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，记得看个八次，看到你爱上我为止啵，也记得 like 我的 page， follow 我的 insta， 也要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懂不懂？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